谢谢厦门艺校的同学们，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《直着花园》唱出了非常不同的味道。厦门艺校呢，是一所全新理念的综合性艺术学校，也是培育出了非常多的人才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要带来节目的是晋江蓝鹰艺术团带来的节目是《蓝海观音展》，有请。